今天晚上来到严书记村里面看戏，带着广东来的朋友，带他们看一下秦腔。看，热闹吧？哎，这个热闹，哎，让广东人体验一下。体验一下，老戴。说土热情啊。接下来你说再唱吗？我哥，我又不会唱。晚上的戏8点钟开始，这是哪里的戏啊？重庆县秦剧团。我去。哎呦，我头上的戏啊！看去。啥呢？哎。你说。上菜了。这小子啊，毛肚这个，好吃吗？这个吃起来酸酸辣辣，非常的，哇塞！哎，吃啊，拉上了。准备好，准备好。来，准备好了，来，小战开始。好了，谢谢大客人。怎么样？好。喝水干嘛呢？好吃啊！一点都不，哎。吃的怎么样？翻白眼了，吃。有点辣。不是很辣，就吃没事。味道怎么样？还行。好好好。又给他们搞了点没辣椒的。不要动不动就翻白眼嘛。灵魂料汁交给羊驼来了，这话不给人了，哎，这话不给人，到这儿到这儿到这儿，你干那么快的，是不是？我这料没吃完，就是我给我多好吃的，你干嘛？你多干，来，不吃吃，那行。